德律夏再过来一点点，把他带过来。来，我们来看哦，你们两个先站在这里，站在这里看一下哦。等一下我们请小朋友 baby 夏，你们看哪边比较大声，好不好？好，预备备，开始 ，baby。baby 夏哥哥。baby 夏哥哥，一起说。你觉得哪边比较大声？比较大声。这边。这边吗？怎么可能？太好了，再进一次 ，baby。baby 下哥哥 ，baby 下哥哥 ，baby 下。是不是全部都很大声了？哇，全部都很大声了。对耶，那我觉得你们一定准备好跟我们一起唱这首歌喽。请问你们准备好了没？跟鲨鱼宝宝是不是跳得很棒啊？是不是很可爱？那我们要谢谢他们陪我们跳舞，一起说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跟他们说拜拜，下次见，下次见，拜拜。乐丽姐姐，刚才也有很大声唱歌的人，我们要继续送礼物吗？好。考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好了，刚才陪我们一起跳舞这个桃红色的好朋友，他叫什么名字？谁知道？好难选啊！再看，后退一点，后退一点，后退一点好了，看比较清楚。谁？我来选我们很英勇的消防员好了。消防员，你们有拿过礼物了吗？在哪里？消防员还没吗？还没，还没。来，消防员在那里，在爸爸肩膀上。爸爸穿着白色的帽衣。哇，你是帮大家救火的消防员，请你知道答案吗？请问你知道刚才陪我们跳舞那个桃红色的他叫做什么？哦，爸爸大声说，泡泡舞，对不对？消防员弟弟，恭喜你！耶，好，换露丽姐姐问你们，刚刚跟我们一起唱歌跳舞，黄色的，这是谁？黄色的那一位叫什么名字？LA 戴眼镜的妈妈，就是他说我是姐姐，举手是姐姐，不用不用紧张，就是你，请问他是谁？大声说出来。Baby Shark 们答对了，妈拍拍手。好，好厉害哦，那我再
考一题爸爸妈妈题好了。好，爸爸妈妈帮小朋友拿礼物的机会来了，这一题一定要拿一点。请问我们现在在桃园万圣城里面，我们这个场地是哪一个高铁站的站前广场？哪一站呢？哪一站呢？爸爸妈妈谁知道？爸爸妈妈怎么声音比小朋友？爸爸妈妈谁知道？谁知道？好难决定啊！大声一点，我一转头看谁说我最大声，好了，好不好？谁知道？太难了吧！太难了，我再听一次，谁知道？哎呦，我来，我好像声音被这边吸引过来了。这里好热情。好，我跟你说，我知道，自从我当了爸妈以后，你们真的不容易，非常敬仰敬佩。然后但是只能选一位爸爸妈妈，我要遵守打公公为例，如果没到拿到礼物也不能吵吵闹闹。好，我找到一个，她跟她老公好像都穿一样颜色衣服。在哪里？来看一下，如果你有跟爸爸穿一样颜色衣服，然后呢，哎，他就说，哎，我们穿一样。对，好大，很多换衣。然后爸爸背一个包包在前面，他的小孩穿红色，谁是这样子的？在哪里？然后妈妈拿一个包包，是不是就是在那里？请问，你们知道答案是什么吗？答案是桃园站，恭喜你们！好了，拍手。还有一个礼物，还有一个礼物，没错。那洛琳姐姐来跟你们说，桃园万圣城的活动呢，从10月30号到10月7号会举办很多活动，所以大家有空就要来这里玩，好吗？好耶！那请问桃园万圣城到11月几号呢？好哟。好可爱！好，接下来小朋友要考验你们，你们会爱的拥有吗？